47，我们大概40分到达跟电话塔。都有转轮，边的转经轮，是阳门。这个是大正时代建的。现在来到辅天宫，搭了棚子，看起来是有些头痛。下方的停车场跟对面有一个座塔。劝化堂，再来到清虚门，好，这边是劝化堂正殿，这边的视野非常的好。下面是辅天宫，那分正道的话是在前方的左侧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道德门。这个花好漂亮，对吗？嗯。好，就拍啊！这花叫什么？九来。到本天心无需张罗求玄路，左边是德缘仁义有赖观照月性门。这颗是九金龙，
策，步道前行。好，思岩洞到了。思岩洞，圆光寺，0.3。望月亭230公尺，圆光寺280。地上有人提示。佛事心印。上面有刻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边也有提示。好，开始。望月亭，真的。创于民国前十七年，圆光寺。这个防疫期间没有对外开放。好，我们来到海会安。到达七星亭。
哎，那所以这个也是七星亭。七星神木哎，七星。现在从第一凉亭这边走六寮古道，我们前这条路下来接上产业道路，从这边走向望月亭。好，啊，快到狮头山的三角点了。那右侧是私人的土地，他有用一个围墙围起来。狮头山小百岳，好，在这边打卡照相，高度492。哦，这边的视野非常的好。我们都在想。下山，下山。到就好了。